时间，哈特曼夫人肖像 Portrait de femme， 他的创作者是法国印象派画家雷诺阿 Pierre Auguste Renoir。 他的朋友呢，莫奈和毕沙罗一般都偏爱风景画，但雷诺阿不一样，他对人物的形象更感兴趣，因而在他漫长的职业生涯中，他屡屡尝试肖像创作，成果颇如人意。在这幅画中，他很自然地也将注意力放在了为他摆姿势的女士的脸上。这幅画创作于1874年，现在保存在巴黎奥赛博物馆。我们常常觉得雷诺阿具有凝固时间的天才，他在画布上留存生活的一瞬，而不丢失真实状况下的生动与自然。惠灵时间，法国巴黎。